好好极。传说中寻觅台湾各县市乡镇在地珍稀美食及食材，让您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网罗全台好滋味，仿佛踏上环岛美食之旅。全本周，我是主持人壮壮。好物全本周里面的好物呢，是由星光三月所严选出来的商品，提供给在我们台北商品广场中逛街购物的民众来试用，挑战最真实的街坊。今天的好物呢，是由好好集所网罗来的江记华龙猪肉质，还有海边走走蛋卷。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请民众们试吃看看吧 ，Let's go！可以帮我试试看看吗？这个叫做海边走走蛋卷，是，哎，要试试。这个是夹馅的，它每一个层次里面馅在里面。这个是包馅的，就像这样爆浆型的。一人一斤，哦，我们公司有人送礼哦，这个很顺，三六七蛋甜，但是它不会很腻，吃起来有那个烤的那个香味。其实它料很扎实，所以吃完会觉得很香。很香味很重，100%的牛奶去做成奶油，所以是非常香醇。很厚也很脆。嗯。就海边走走呢，还提供了家庭主妇一些就业机会，可以兼顾家庭自由弹性的工作时间。好好集把很多不同种的这个商品放在一起。A 四跟 A 十一的地下二楼，吃了这个蛋卷，您还喜欢吗？耶，这个好吃吗？谢谢。江记华龙猪肉筋。哦，是这个。好，吃一个。酥酥的感觉，对对对，还蛮好入口的，没有很咸，但是很好吃，又很爽，有很好一片，对，是自制的酱油哦，所以它是非常健康的，它是有那个肉的肉汁的那个鲜甜就对了。请问有没有被圈粉到，请表达。哦，好好集跟海边走走联名限量推出的超级海派盒，不但经典还限量，综合了非常多种口味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好好集啊，在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的星光三月都有门市。最后提醒大家订阅我们星光三月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好物全本周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